比如说有那种可能什么场合，然后大家站在一起一排站开，那经纪公司啊，他们等于说去站过去，跟他们一起合照，看能不能上。对对对对对。摄影记者永远就是要拍的时候，哎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没有，真的讲不出来那个。没有，我们叫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感觉对不对？对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哈，你我都还会有这种状况。尤其是跟女艺人，因为摄影记者比较喜欢拍女艺人。对，我们单拍女艺人好不好？其他的麻烦让开，我们还是要让开。对，早知道是性别的问题啊。可是我是被知